嗨，大家好！今日来个大家能陪我个旅游山话题，每个两师，好多外地朋友来到旅游山，到交流个过程，两师带来唔对的话，会闹得都笑的。比如像是外地朋友来到旅游山，来到咱山头，在咱咱山头个牛肉花花非常出名，感受这个。那本地人就介绍啊，你看这个牛肉又青又甜又浓，那这花花做一大大花，介绍了，你看。我们潮汕牛肉这一花大大花，这一花大大花，我伫咱听了就做讲去，讲过嘴慢啊，是是是，一片很大片啊，得说一片，不能说一花。类似的话呢，一钟头，一钟头不能说一船雨嘛，哦对，那一钟头一阵雨，那这个阵呢，咱潮汕话刚好有这个白读音，就读作钟啊，做钟。这个时钟花纹呢，就是一泡花，一泡花普通的牡丹都一泡花，就那一朵花。今天呢，咱就了解了关于潮汕话对半个两字啊，翻译做普通话就注意这个那片，这个那阵，这个那朵。